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啊。那今天的大盘啊大跌了146点哈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投资人呢啊心情啊，我想啊非常的沉重啊，因为之前在低档区啊可能都没有布局啊，那这几天才进场的，好，我相信手中的股票应该全数套牢哈。这个就是说你们对于大盘的一个敏感度，你们对于大盘的一个看法，我相信你的节奏啊是没有抓到的哈。你没有抓到这个节奏，你想要在大盘里面获胜，严老师直接跟你讲，难上加难。好，后面的一个大盘，它的一个趋势啊，并没有改变，也就是说，可能会先进行一个所谓区间震荡整理之后，这个所谓趋势啊就会出现。那老师也会事先的在我们的胜券日报里面哈，来跟我们的会员啊来做出一个追踪哈。来，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哈，今天的大盘为什么会大跌146点？为什么？它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还是说美国在下个月啊，它即将要升息啦？啊，其实都不是啊。你只要看到我们的开盘八法哈，我们的开盘八法在第二页的里面，今天的盘势就叫三点低盘。好，三点低盘，直接看答案嘛。跟今天的大跌145点有没有配合？这个就是开盘八法最大的一个奥义所在啊，就能够直接的跟各位讲当天的一个多空的一个方向，那后面的大盘走势该怎么走？好，我相信我们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哈。那这个准备好的前提啊，不是带着会员啊去买进一大堆的股票。现在大盘大跌了，哎，他只能叫你做一个动作，叫持股续报。我们今天做的动作，等一下老师会拿出来跟各位验证哈。先来看一下大盘，来这个大盘，今天目前为止大跌145点哈，往上的一个跳空缺口啊，今天正式封闭了哈，这边只是进行一个震荡整理，好，你不用怕啊，你真的你跟得上严老师的话，你在这个位置去，如果大盘开始修正了啊，我跟你讲，赶快大买，不要犹豫，赶快大买，就跟严老师之前跟你讲的一样，破底穿头大涨，破底穿头大涨。好，那如果说再拉回来哦，我会通知我的会员，好，前提是说我们手中的股票有没有套牢。我们来持续验证一下啊，来，在我们顶尖胜券日报这个地方有所谓的重点股哈，这个重点股的话，我们都会挑选一些绩优的好股票，用一档股票来代表啊这个所谓的产业的一个趋势啊。今天大盘大跌了145点，好，那这档股票 F 凯盛逆势大涨，创破段新高。好，你验证到了，联发科之前跟你验证过了哈，底部起涨的，好，也是事先讲的。好，那老师昨天啊，在我们的证券日报里面啊，来讲到一档股票，网通概念的哈，那我今天把答案打开来喽，啊，这个是重点股的部分啊，我们今天把答案打开来，让你参详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的哈。代号2379的瑞昱，好，来导播拉远哈，这个地方有500字的一个叙述啊，把这档股票 ，IC 设计的、网通设计的业绩题材，都跟各位讲解的非常清楚。好，2379的瑞昱，来看一下，老师啊，今天逆势大涨呢，大盘跌了145点呢，那这档股票为什么会逆势啊？不止逆势啊。它再创波段新高，我相信我们都是事先讲的啦。哦，你看老师节目看那么久了，严老师不会拿股票出来跟你表演，好，绝对不是哦。好，开盘八法想学吗？好，看到这张图卡，老师说过了啊，这是最重要的转折。你真的想要赚钱，你就要抓转折。你如果抓不到转折的话，你是赚不到钱的。好，这个所谓的三高盘，你刚刚在11月2号，你看到的三高盘，好，老师跟你解说过了哈，这个就是一个变盘转折。那你今天是11月6号，你看到三低盘，啊，三低盘重挫，这个叫重挫啊。好，那老师啊，你今天有没有做什么非常正确的动作？当然有啊，啊，看到今天的动作啊，
投资朋友们啊，你可能才会明白到什么叫做专业的操作，什么叫做持股三档以内随时可以应付这个盘面的一个变化。好，我们今天跟我们的会员在节目里面，我们一一来做到一个验证。验证的同时，我这边先恭喜我的会员，好，大获全胜。来，今天是11月6号，好，礼拜五，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动作，好，那我们每一级会员里面啊，只有三档股票，好，你就说你只能做三档股票啦，这是严老师所坚持的啦，哈，普通会员来就占了两档股票，今天，好，我们做到一个获利出场哦。两档股票都大赚哦，大赚以后获利出场哦。好，那特别会员没有动作。好，那 VIP 会员今天做的，好，做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，可能手中只有两档股票，两档股票在今天全数出清嘛。如果有三档股票的话，今天也出去了两档股票 ，VIP 会员的001、002啊，这两档股票今天也大获全胜。好，清代会员的手中股票只有两档了哈，我们先卖一档。啊，这张股票也是，啊，获利出清啊。好，今天你看到啊，我们总共卖出了5档股票，全数出清，全部的把钱放口袋，这个操作只有60分，只有60分哦。来，做到后面的这边的话叫加分呐，我们把资金抽回来喽，现在准备要低阶了。好，这是这边大概占40分呐，也就赚钱的部分，老师先跟你讲，全数获利出场。后面你要跟着老师的动作，我们准备大笔的资金呢，准备要低阶，而且要布局所谓的低档的一些股票哈。操作观念没有改变，稳健操作，好，三档以内，这个叫做专业的操作，好，这个叫示范教学啦。老师啊，真的那么神吗？啊，你真的可以去打听，跟我的会员打听一下啦。严老师敢公开跟你验证啊！普通会员今天卖出两档股票赚钱的大赚，啊，特别会员没有动作 ，VIP 会员两级会员全数卖出的，啊，今天也是大赚，啊，包含清代会员呢，可能手中只有两档股票，今天卖出去一档股票，全数出清，全部获利了结。好，来看到这档股票，普通会员的哈，来有没有赚钱？有啦哈，今天在创波段新高，凯盛今天有大起无啦？有啦，你从11月3号开始看啊，4号、5号，今天6号，哇，今天凯盛还在创新高，好，简讯就跟你保密喽。力旺也是一样，从2号开始看，3号、4号、5号，啊，都创新高，好，今天一定有动作，好，308的联雅，老师也没让你失望了哈，2454的联发科，来低买，低买，有没有跟着动作？好，有，老师恭喜你了哈。涨停板，好，涨停板的后面一定有动作，好，一定有动作，我们保留给我们的会员哈。那另外一档股票，来注意喽，6417的伟桥哈，今天公布业绩营收了哈，是成长的哈，而且成长性非常大哈。那这档股票我们之前呢，在10月份的一个操作，在21号了哈，当天买进呢，我们这直接拉涨停了。好，我们也顺势的公布啊，我们第一次的一个操作，啊，在22号，我们做出一个出场的动作啊，那后面的简讯就开始保密了吧哈。其实股票的操作啊，你要注意看啊，这边叫低阶的买点，这个叫多方格局啊，先行低买高卖，啊，这是我们啊对于会员啊非常坚持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啊，低买高卖拉回怎么样，我们还会再操作，好，那代号6415的来，这机啦。哎，老师啊，逆势大涨呢，现在还涨17块呢，盘中最高来到384.5呢，这张股票有让你失望吗？大盘大跌啊，今天还在创波段新高，这张股票有让你失望吗？你有没有从这张股票里面赚到钱啊？来，老师10月份的时候怎么样跟你说啊？外资啊，他还是站在买方啊，趋势是上还是下？你要看清楚啊。啊，筹码面的一个变化，我相信这档股票绝对不是现在才跟你讲的啦，绝对不是啦，这时间可以拉到4月份呐，啊，第一次操作啦，啊，老师就跟你公布了，那第二次的操作，老师
也跟你讲嘛，该怎么做啊？后面的七根涨停板持续创新高啊，拉回找买点，来到第六次的操作啊。九月份参加会员的啦啊，老师请你要保密啦，九月份一样有操作啦啊，十月份最后一次操作，来在10月19号啊，这张股票有没有验证了老师之前跟你讲的啊？趋势没有改变啊，那你就是拉回来找买点哈。那目前为止大跌，严老师心情非常好，因为该卖的我们都卖了哈，我们手中现在资金呢还是一样满满的哈。那投资朋友们，后面的一个操作难度啊，超乎你想象啊。我知道你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啊，要的就是赚钱啊，但是风险要先行控管。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到一个风险控管的话，你说你后面要赚钱啊，严老师认为啊，啊，那简直是空口说白话，啊，可能就跟你们老师一样嘛。上涨的时候每一档股票都有，下跌的时候每一档股票都卖掉了，有像严老师一样吗？我公开我的操作，让你知道，让你来验证啊。那目前为止啊，投资朋友们，这个大盘怎么走，这个方向怎么走，老师都帮你掌握到了啊。你现在要做一个动作，麻烦你只要做一个动作。先把你们手中的股票啊，先做动作，股票方面先调节，后面老师帮你出手，好。那今天呢，老话一句啊，赶快打电话进来啊！你今天不打的话，你以后打进来的话，我怕你会输太多啊！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啊！啊，那股票问题老师帮你处理以外，后面的一些股票老师已经帮你布局好了啊！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掌握。啊，这个所谓的得来不易的机会啊，这个大盘啊在下跌的时候啊，投资人非常恐慌啊。你看严老师心情很好，我们就准备啊大笔的资金啊，准备啊要在低档接啊，因为我们在高档区有卖掉，好，所以说我们把资金回收起来，我们准备要在低档的时候啊，准备要大赚了哈。但是各位，如果说你手中股票有套牢的，好，麻烦你今天马上拨电话进来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请用五分钟，嘴去听，请用气听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运达投顾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骨传低基金是零胆固醇的，营养健康好吸收，而且很好喝哦。每一罐骨传拢五星分金呢，还通过这么多项品质认证。上街去搞刚是骨传低基金，让我们都健康。华托福元堂各大产品全面优惠促销中，来电洽询咨询专线0800-001-860-0800-220-369。欢迎回来节目下，继续收看严老师为您主持的稳操胜券啊。那失败的哈，那可以重新站起来啊，这个叫做勇者。如果说你失败一次啊，你就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话啊，那你可能永远啊就成为一个失败者哈。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啊，非常残酷啊。
好，残酷到让你啊难以想象，啊，这个一定要配合着大盘的一个趋势，再加上节奏，啊，绝对不是说用嘴巴讲的，哈，我每一次都大赚，我每一档股票都涨停板，我相信啊，你不要活在那种神话里面，啊，如果说你还是陶醉在那种神话里面的话，我相信啊，当你去参加了以后，你的幻灭性啊，你对于你的憧憬的一个幻灭啊，我相信啊。啊，会非常非常的失望，啊，什么单股锁单，只买一档股票，所有的会员所有的钱都集中一档股票，我相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，好，这个老师也不会说教我们说，哎，你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，还是说股神巴菲特他是用所谓的单股锁单，来造成他啊财富啊在全世界前十名啊，这个都是一些很怪异的一个邪说。老师不认为你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哈，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呢，开大门走大路，买绩优的好股票，买在低档的一些好股票，顺着趋势按照节奏来操作，啊，持股三档以内，老师认为你的胜算应该会比较大，尤其是要跟着有诚信的老师，我们一起在股票市场里面共同的来做出一个奋斗哈。那这个大盘下跌非常好。我们在高档区有调节了嘛，所以说我们现金部位还很满啊，你跌的越多越好，哎，老师希望你跌的越多越好，到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捡便宜啊，这个就是操作上面的心情嘛，啊，你今天看到大跌157点，你心情一定非常差嘛，那严老师为什么心情非常好？我今天卖掉了五档股票啊，全数获利了结，你打开你的简讯看一下。行情啊，看对看错啊，看荷包啊，打开你的荷包来看一下啦，哦，看错行情啊，之前在低档区叫你去放空的啊，现在他又跟你讲说他放空要大赚啊，会吗？那你有赚到钱吗？想一想啦，不要那么笨啦，来，均线三绝，老师现在到底要看哪一条？来看这一条，叫中线，啊，打波拉进号。中线的解说啊，江湖一点绝，啊，讲破不值钱呐，啊，大户跟中实户，啊，包含操盘人，啊，他都要看到这条中线。严老师这条中线呐，啊，不会一下子翻多，一下子翻空啊，不会啊，我们都有一个规定调的一个参数啊，这个参数在哪里？在我们胜券日报里面，这个右上角的地方有均线三绝，啊，均线三绝告诉你，你现在要看所谓的中线，中线的位置目前为止还在上扬，所以你不用怕，操作一定有依据啦，啊，不是啊，今天喊多啊，明天又喊空，啊，严老师网通这档股票有没有事先讲？有啦哈 ，IC 设计的网通啦，瑞昱啦，今天创波段新高。联发科有没有事先跟你讲？也有啦哈，拉到涨停板嘛，那你后面可以慢慢的来验证嘛。代号5264的 F 凯盛，来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老师今天现在跌到160点了呢。啊，凯盛为什么都没跌啦，还创新高嘛？你想一想嘛，到底是谁的股票强啊？啊，要买就买最强的嘛。这个强不强？哇，老师这个角度很陡呢，有买要有卖哦，我先讲哦，你不是只有买没有卖哦，看中线，看中线，来，啊，哦，看中线哦，老师直接跟你讲喽，这个中线啊，在我们开盘八法里面啊，都有帮各位详细介绍了啊，操作的原则为什么跟你讲三档以内，好进好出嘛。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，今天大盘大跌你就可以验证了，严老师现在跟你讲的，你股票为什么要三档以内，我们刚刚一级会员有的调节两档股票哦，啊，那你可能手中啊最多可能只有一档啊，可能也没有啦齁，哦，那你现在资金是满满的，你是不是避开了这个风险啊，这个你现在知道了齁，哦，为什么我们的操作原则第一条就跟你讲，持股三档以内，后面的操作，来，
老师啊，我要利润大一点，我要风险小一点，对啊，那现在正在跌嘛，如果跌下去以后你去接，啊，那开始上涨了，你的利润会不会大一点？会哦。如果说你是啊，这个高档买的话，你风险性非常大，你现在可能还是套牢的哦，那你的风险性就非常大了啊。我们今天卖掉的，可能是波段，可能是价差了哈，那就看着股票的性质啊，啊，后面的动作啊，老师教各位哈，不要常常出手。你做对一次就好了啦，啊，你的老师天天带你出手，啊，股票一大堆赚得到钱吗？这个是不对的操作方式啊，正确的操作方式在这边啊，你看准了以后再出手。真的想改变你的命运吗？老师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，今天哦电话一定很多，哦一定很多，打电话进来一定很多，老师啊，我什么股票被套牢了？老师啊，啊，我后面该怎么办？老师，我不想做了。啊，常常听到投资朋友们在讲，那这些话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我的会员里面呢？现在你要面临到一样，这个叫做十字路口。啊，有人非常恐惧了。哦，应该是你啦。那我们的会员啊，现在开始贪婪哦。我们的会员现在开始贪婪哦，因为早上卖出去五档股票哦。哦，都是获利的哦。现在啊，准备要贪婪了。赚大钱的习惯，要不要养成？大盘呢开始回撤啊，注意到有些股票啊，它会错杀；有些股票基本面很好的，它一样会受到大盘的影响啊。那在下跌段的同时啊，跌到所谓的股价的低档区的同时啊，可能会出现一个价值型的一个投资啊，这个就是所谓长线布局啊。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，哦，也就是说，老师刚刚跟你讲的，如果说你在今天以前，包含今天，你在高档区做出个获利了结的动作，好，你可能得分了60分，后面的操作该怎么样来得分，做到100分，你还是要去做出个进场布局的动作，因为这个多方格局没有改变，啊，完完全全没有改变，目前为止，老师的看法也没改变。你现在要得分啊，你就要去找后面整理形态完成的，好，一样看到业绩题材啊，包含所谓的技术面，好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后面的股票，我相信一个投资组合三档了哈，你都会背的哈，但是要切实的去做出一个执行啊，不是用嘴巴讲的啊。那乐观的时候很乐观，好，我多买几档；那悲观的时候很悲观，一档都不买。我要求的是纪律操作啦，只要你能够做到一个纪律操作，资金啊做到一个有效的分配啊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成为一个大赢家。那只有在所谓的危机的时候啊，你去做出个布局的动作，你后面等这个趋势啊开始往上啊上涨的同时啊，你才能够去做出一个收割嘛。我们今天就在做收割的动作。好，但是之前低档区你没有布局，你在高档区你怎么样去收获嘛？这个逻辑上面不对啊。好，大盘目前为止还没走空哦，老师先讲哦，它只是一个拉回修正以后的一个叫做多方修正。多方修正的同时啊，你会看到啊后面的操作难度非常高。老师这边必须要提醒你啊，好，如果说你有信心的，你愿意跟上一个好有诚信的老师，带你持股三档以内。纪律来操作的话，老师非常欢迎你哈。可能你之前也参加过很多的老师啦，你可能也觉得非常失望了啊。那严老师啊，可能啊会成为你最后一个啊投顾老师啦。好，希望你好好的来做出一个珍惜啦哈。那后面要布局的股票哈，啊，今天大盘拉回嘛哈，这些股票有的还没有拉回啦，所以你也不要急啦哈。那你不要急啦，严老师说了，不是猛龙不过江啦。是猛龙就一定会过江嘛？啊，如何来过江？要等老师的简讯呢？啊，新会员的部分来三档投资组合，今天打电话进来的，老师会给你一个惊喜，啊，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的，因为你之前的操作啊，可能啊这个持股啊非常分散，啊资金也没办法集中，买的股票一大堆。可能目前为止啊都是套牢的啊，那你如果不想让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下去的话
啊，那做出一个改变。股票不好你就换股票嘛，老师不好你就换老师嘛，好，把你的持股啊集中在三档以内，好，严老师啊会亲自的来做出一个通知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熟悉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轴轮精细的刻痕，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；不分昼夜的运转，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。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。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豪宅建筑大师林永发，大气挥洒1600平绿色城堡，第一宅，500平艺术林园中庭，新北影视特区，双拼大四房。家贸机构年度巨献第一宅，壮丽落成。02-2609-8888。台风来袭，别掉以轻心。招牌门窗千万要固定。电视手电筒收音机，饮用水。